这查甫的是什么时阵？历代的男朋友，我的或他的都没有发现过，我们都玩过这个游戏。哦，你们声音像到这种程度哦，连爸爸妈妈都分不出来。哦，对。啊，你两个演不假好啊，拜。没拜啊，不错啊，很好啊。只是我们妈妈，我一定要给她爆料一下。好，爆什么？啊，要爆我什么料？所以这些代志，她当然不在。她第一天到摄影棚要录影啊，定好妆，大家都等她。啊，我假发忘了带。开车回去拿，拿了好几个小时，然后梳化妆师想说啊，不然我先帮他把东西整理整理，我帮他，等一下他来，我马上可以帮他弄头发这样。结果一打开，假发明明就在他包包里。妈，赶快打电话给他，你不要再找了，你赶快回来。哦，那个我今天刚刚吼，我等于已经找无，你知无？找个新工会的，啊，唔敢登去龙岩，我今天惊死。你看起来很精明的，很清楚的。啊，我就很迷糊啊，我最大的哈就是迷糊，然后。其实这嘛不好的，我看到了最后秀，我一定要炸昏老母出门，听无？炸昏老母带着妈妈，对，因为我若要赶定哦，我老母老母拢绝对免赶，看袂着，唔知路啊。老母，我感觉知影吼。老母无炸也袂使。我感觉。迄火神太精，因老母是去怕火神，怕火神，怕火神。我来攻击你啦，因为吼，我唯一的缺点就是很路痴。请问我住伫个中西？遐十几年吼，啊，我今嘛搬来永和去吼，啊，我嘛前几天我去龙岩吼，啊，就陆叔也是讲，啊，我要回家啊，走，外面马路一看，嗯，交流道，我就上去了，开，哎、欸，啊，这条路来刚刚神乎神，刚刚无啥看过，啊，搁开，哇，到西子收费站。逻辑是台北嘛，那往北嘛，啊，所以北就上去了、啊，对，往基隆的话，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所以我刚刚用台积我点要五星级饭店，目标比较大，还用短了，我两个要直接看不知道的路啊，嗯，我都，哎、哦，我未使，你想来未使？搞、啊、我又未使，我拢唔敢当五星级饭店，太高调了，要到低调一点。我唔是爱用那边。哦，你知道嗎？聽那麼多人，記者都在那裡說的，我不敢，一個秘密在後車廂嘛，對吧？這樣比較沒人知道。你不做這個事情？沒有，哎呀，你是傻帽啊，你真的說這件事情，我聽沒有，你不秘密後車廂？哦，怪不得你這一台表持得這麼好，就是為了要塞在後車廂哦。電視都這樣，你敢說我，我不要你爆料，怎樣？他怎麼樣？李舒雅吧。你知道他现在跟谁很好吗？跟谁？李正颖。哪有？哦，金大亨哦。对。啊，因那阵都演红阿婆啊。嗯，啊，那是就是伊演啊。那阵因演真正男，真正金吗？啊，暗时啊嘛，真正的呢。暗时啊，真正哦。对啊。哦、要爆料，大家来爆料，那是在梦里，好不好？那跟现实生活中怎么可以堪堪做会够？我是演完那个《夜市人生》以后啊，我连续两个礼拜都梦到金大风。哎呦，不管那时候也管干什么，他梦他洗澡出来，洗澡、哦，然后吃饭哦，看电影、哦、这些通通都没有。嗯，梦到在跟他对戏啦。笑料十足，这个影片要这样，刚刚这系列就是的，天生就是要演。你的戏比较好，还是爸爸的戏？没有，他真的比爸爸好。你还蛮内行的，讲你怎么样会笑？你要怎么样才会笑？你还说失控妹，你明明自己失控。刚刚你讲我讲笑的。朱哥会说回去都梦到朱大哥，忙忙去玩，很刺激，血脉喷张。我这位换你徛，你为什么已经安尼啊？问我安怎？我每次都梦到啊，我就一直跑，你就一直追，你就一直追。
我刚才朱大哥你喜欢这味的对吧？算你没我不爱啊。对啊。我还没气球。哦，哎，你的意思。我伊要爱我，我不爱我摇摆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可搞笑。然后当我拿出那个以后啊，就换你一直跑，我一直追。好劲爆啊！什么东西？你拿出那个。那个我怎么会跑呢？没有，我都梦到我在森林里面猎山猪啦。我一直追啊，啊等我拿出猎枪以后，就换你一直跑。妈妈跟你玩威吓，唔贪下雪下雪。大家拢当叫你。真真真正正，阿去领钱。这人真现实啊。不是啦，你梦到到李正云，梦到金大风，嘿，都安怎，梦我穿面，我咧追，追啊，追啊，你中了嘞，你怕山猪？阿姨，这人就故意啊！我外人，我讲你安怎讲，我不要紧，但是你怕山猪，我听了解气个，你这有这刁地讲诶，刁地把我闹死诶。对不对？没啦，跟你讲生笑的。好啦，祝福你啦，祝福你，因为你今麦是面试这条路行到真顺啦，对不对？祝福你啦，地方多大点啦，对啦。谢谢朱大哥。啊，笨蛮公棒，这边是内山猪啦，对不对？你咧讲咧，好，今日等去看，讲到我目睭，人较正常诶。无啊，讲到我目睭，我都唔知伫迄边咧看较顺。啊，这边看咧，也无讲。来，啊，就来两个上面唱。妈妈唱啊！唱妈妈吼，飞姐的歌唱。妈妈，我带歌做好，吼，真的能唱。我叫什么歌名？哎，想厝的心情。想厝的心情，来，他拍花过一点哈。谢谢，感恩。向各位观众问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小兵。你今天心情不好吗？没有。可是我觉得你闷闷不乐了。你女朋友没有来，对不对？没有啊。那个失、啊、那个失控妹。我的女朋友。哦，那个失控妹。是我女朋友。她最气了，她最气人家说失控妹是她女朋友。为什么？那一种不是你的菜。因为她太。你有去看吗？我没有，我那天没有去。我那一天去了。对，你的感觉。第一次试那个释放的时候，就坐在主导的旁边。我们老板啊。是。
欸，你目睭安尼，你要挂目镜，啊，你药啊要点一下无？关心你啊！我那个眼药水要不要点一下？嗯，啊，他说保证你哭，啊，保证哭。他这个又意思说一定哭，先预告。啊，我真的哭，我好可怜。我是没有眼泪，它是自己掉下来，自己一直滴一直滴。是你哭的点是因为感同身受还是？没有，我看到他，看到他，看到他跟那个仔仔。哇，那个仔仔啊！这个戏老实讲，一开始要请诸葛亮来做监制，对，也要请他来做编剧，哎，可以请他做导演的这个助手啊，甚至请他演，因为这个戏就是诸葛亮先生的整个人生的缩影啊。对对对，仔仔是演一个输到输到跑路跑不到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一个爸爸。你看诸葛亮看了会不会哭？他从中间就开始哭了。我哭。哦。他说：“妖羞啊，我不知道这个电影会哭成这样。”医生为了你量身定造的、啊。医生不让我哭的，他说。没有，我告诉你哈、哦，那个仔仔，嗯，啊，演得好棒。嗯。仔仔把这个小鬼啊、哦、带了，哦，把他的情绪带起来，整个都把他带起来。你这么公道，你已经没考完呢。就是被他那一段，我眼睛才肿起来。讨厌，讨厌。哎呦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观众朋友可能还没有办法到那个意境，不然这样子好不好？有没有带来那个花絮片段？有，可不可以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我们看 VCR。片段这样，现场我们大家都笑歪了。嗯，什么？你生气的时候就去刷马桶？你还说失控妹？你明明自己失控。欸，你刚才在跟我讲笑的呢，啊，你假模样的变过来。是不小心的，出贼了，出贼了。这种人啊，用爸爸的牙刷刷的。你看，看伊在没尿出啊，演戏。嗯。老鼠在演戏。我就看。那一段我就看，因为我坐在朱导演的旁边，我是演鸡婆啊，因为我跟他太好了，我就讲给他交情太深，奇怪了，这个老鼠是有病是吧？说哦，他说我、哦、好厉害，就把我看出来，那个老鼠啊，导演把他灌酒灌醉了。那个老鼠是隔壁餐厅抓来的，他非常的惊吓，他就没办法，咔一直要咬人那个样子，很凶。那我们就戴了个很厚的手套，说怎么演，他没办法演戏啊。嗯。然后就我说给他灌米酒，他说可以吗？我说灌，就把他嘴巴张开来就往里面灌，灌完一放，啊跑，快不行不行，还酒量很好。
鼠的境界也有分酒量好不好的。你看那个戏里面，那老鼠跑路是咚咚咚咚，卡通还起来洗脸。哦，那个老鼠喝醉了很好笑啊，拍了好多。动物很难控制，小朋友也很难控制，因为他们情绪没有办法像大人这样子。他最有办法，台湾有两个导演有办法控制他们，爸爸跟他。一个是林湖地导演，一个是朱延平导演，哦，这个是真的。哎，我先红环。哦，他还有也是冠军啊。开玩笑的。张海滨不能冠，小孩子其实要用点方法，那其实。